让我跟女同事们谈心。米凯，我们之间够了解吗？认识这么久，应该挺了解的吧？是吗？那你有多了解我呀？巨蟹座，喜欢安静，喜欢喝咖啡，喜欢……那我喜欢什么类型女生呢？萝莉、御姐。那要你这么分，我就都喜欢。男人，那你了解我吗？不了解、啊。女生哪那么容易了解啊？不是说了吗？女人得花一辈子时间去了解。我觉得主管挺御姐的。我还没说我选御姐呢。还是你觉得我们够了解吗？不够吧？怎么才算了解呢？知道彼此的事，知道什么能让你开心，什么能让你不开心，还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。那我可不够了解你，你还有好多事我不知道呢。哎，那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？不知道，萝莉还是御姐？或者我换个问法吧 ，Miki 和主管，你选哪个？选谁？我谁也不选。为什么？选项里怎么没有你啊？我不能选。那我就不选。哎，西，我问你问题。什么呀？你觉得咱俩之间够了解吗？肯定够呀，咱俩都认识多久了？那你说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你喜欢漂亮的呗。你能不能认真点？怎么，公司没姐姐给你选啊？你不说我喜欢漂亮的吗？你就是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漂亮吗？朱安，你说我们之间够了解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我随便聊聊。还行吧。那主管，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是吗？什么样的？包容你。就我那天听一个词叫情绪价值，女生现在需要这个吗？挺需要的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怎么形容呢？如果公司的女同事必须要选一个，你选谁？